我们看第六题，他说 A 是这个体征 ，B 是这个，然后把这展开以后会等于这个，那代表哈 ，A、B 呢乘法呢可交换，因为这个你把它展开以后，用分配力展开的话是 A 平方加 AB 加上 BA 嘛，那再加 B 平方嘛，那就是这两个加起来会等于 2AB 的。代表 BA 会等于 AB， 也就是说 AB 呢是可交换的，哦，乘法是可交换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这个乘你这个 ，AB 啊，等于多少呢？一乘的是6 A 加6 6 A 加6，那这样一乘是2 A 哈加2 B， 2 A 加2 B。那这样一层是，368加3412，这是30，这样一层是32+6加4b， 6加4b。好，那现在好 ，BA 应该多少 ？BA 的话是62+3b 嘛，乘以 a 二三四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样一乘是6 a 加6，这样一乘是12呢加12+8，20，好，12+8，啊，这样一乘是3A 加 3B， 啊，它这样一层是6加 4B， 哦，6加 4B。 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立方程式， 2A 加 2B 是等于20， 2A 加 2B 哦，等于20，然后3A 加 3B 是30， 3A 加 3B 是30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 A 加 B 这两个方程都一样，这除以2这除以3都是等于10，所以呢这是等于10，所以答案是10。